今天我们团队所前往的地方是竖立在一片草丛中的废弃化学工厂。根据网友所提供的资讯，这边自从废弃了之后，成为治安死角。当时曾有不少游民和使用非法药物的人就常聚集于此地。然而在某天，一伙人突然相约在此地赌博，不料其中几个人竟然串通诈赌骗财。事后其中一人脱口说溜了嘴，引发其他人不满而动了杀机，此地顿时间成了一栋凶杀之地。而今天就由我们三个人带各位来此地探险，究竟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吗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厕所吗？啊？不要过去吗？里面好像是厕所的地方。那鬼妹是叫我不要过去。这个地方空间就蛮大的。然后地上这有一些那种在实验室啊，或者是做餐饮类的，都有这种塑胶的防雨鞋。那这一层所有的木板都已经掉下来了。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脚步声。我刚才听到我要拍上面的时候，听到一个脚步声。这里有一个写安全出口。刚才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脚步声传过来。看一下，下道。这也是空的。刚才听到这边有一个脚步声传出来。这里可以上去。这边还可以上去，上来看一下。这里是什么？稍微拍一下外面。这个楼梯也是蛮危险的，因为它的那个扶手都已经不见了。这边有一些地毯，然后这些木头看起来好像是有抽屉，黑色的这一块是烧过的痕迹。以前它是保鲜，
对啊，感觉这边蛮像是一间房间的，因为它这个地方这个木头的设计有点像是衣柜。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些柜子，上面的白白的东西好像都是发霉。哦，这间厕所，好。鬼面叫我不要靠近那间厕所。啊。哇，这里也是。所以他游民可能之前都是在上面这边居住，这边还有沙发，里面味道蛮重的。这间厕所看起来蛮恐怖的，过来看一下。还在滴水。你有看到东西？有声音。有声音。我刚才在楼下那里也有听到一个脚步声，就是我要拍别的地方的时候，我突然吓到，结果走过去也没有人。这里面。旁边这一间里面吗？我也听到了。啊？我也听到了。你也听到了。那里面都是药品的，现在感觉很怪怪的。这边地上全部都是一些药品，但是不知道他所堆放的药品是什么。我们现在走进来看一下好了，顺便拍一些他这些药品到底是什么给大家看。地上全部都是药品，然后都是玻璃罐，所以走路要比较小心。那这些大罐的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小罐的它是写一些化学名称。那罐什么？哎，不用打光。它这个是写冰醋酸，一种化学名称。但是我们对化学的东西比较不了解，所以就只能念给大家看。柜子里面似乎都是空的，全部都摆放在外面。但是它这些药品这样子都没有清理走，然后光线这样子照进来的话，感觉它这些药品很容易变质，然后就挥发出来，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毒。因为它这边有另外隔了一些玻璃，似乎是在隔绝这些药品的。鬼面似乎察觉不对劲，拿出他的驱魔刀。因为我们从一楼那边，我就一直感觉身后好像一直有一个脚步声，但奇怪的是才刚到一楼而已就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。有东西吗？走走。
那鬼面依然是叫我们先往前走，然后他压后。这里还有一个空间。哇，我现在旁边这边超多异物的，在我后面这边，全部都是一些当时可能游民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东西。后面这边似乎也是蛮诡异的。鬼哥当时在那边，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灵体开始在靠近我们？对啊，从一开始我跟你们说我要殿后的时候，我就是发现那边有异状啊，